真正的瞬间移动要来了，你爸拿着、瞬间移动，有没有看到瞬间移个动？我想问你，你可以用卫生纸变出狮子跟兔子吗？狮子，狮子，狮子，退兔子，退两个兔子，退退。小众潮流跟红直播冷笑话 combo， 卫生纸瞬间移动变移动。我很感谢跟红来找我来，对，我已经算是两个月的第一个通告。跟红跟我讲说，我是他这个健身操的接班人。好好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现在每天接他上下班。刘根红11号找来和他曾是十五比毒华成员的小众，这又是冷笑话，又是变魔术，健身直播瞬间变成综艺节目啦！变个魔术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厉害了，三。二一，嗨！掌声鼓励一下。毛巾要在我手上消失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。三二，哇哇！是卫生纸对不对？对。我让它瞬间移动，这里对不对？对。到这里。它又回来了 ，It's magic， magic。真正的瞬间移动要来了，你爸拿着，瞬间移动，你有看到瞬间一个动？我想问你，你可以用卫生纸变出狮子跟兔子吗？狮子，狮子，狮子，退兔子，退两个兔子，退退。待会我们可以这个一起来做几个操，做几个动作，是能够伴侣一起互动的，或者朋友之间。我们有伴侣，他没有哎。对，没关系。其实我单身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单身其实是一种选择，对，是别人没选择我。所以说的好，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是偷懒一定很舒服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我这是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那既然讲到这个地方了，对，不免俗套，又要来变个魔术。这是一个普通的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动作快一点，我不赶时间。普通的塑胶袋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揉揉，看好哦，变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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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天之后，它会变回原来的样子。浪费我们的时间。玻璃要掉到地上之前，它会说什么？它会说晚安。干嘛说晚安？因为他要睡了。为什么鲨鱼拍照他会昏倒？因为他拍的是婚纱照。烂，很烂，烂。请问三国里面哪一个人物是啄木鸟？董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董卓。牛迁到北极，猜一个运动品牌。New Balance。New Balance。我去换个衣服。你不会绕跑吧？不会不会，你还没给我钱。